达尼亚城邦管理着这片森林，并且有着森林之都的美誉。城市被黑衣森林的树木所环抱，城内由巨大木质房屋和无数的水车构成，灵灾已经过去了5年，一位冒险者即将踏入这座正在复兴的城市。冒险者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，而历史又会怎样记载这段冒险？这位冒险者的漫长旅程。